家好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脸部下垂怎么恢复。接下来给大家简单介绍几个小方法。一、补充胶原蛋白，可多使用银耳、提膀、蜂胶等养颜食物。二、多对面部提拉按摩，保持肌肤弹性。三、用热水、冷水交替洗面，热胀冷缩，有紧致皮肤的效果。四、护肤品要用紧致抗衰老系列，淡化细纹，紧致肌肤。大家可以根据以上的几个小方法来进行尝试。